女士，我见过。是你卖招摇撞骗的人里边混的最差的。这不叫骗，这叫局。你懂什么是古董吗？这古董这件事，你不一定有我擅长。既然有描金蒜头瓶，老这么蹭，金会飞走。高级赝品，宋代胡天瑶剃花斗笠盏，器型青铜，真品。乾隆青花，云龙文卷缸。乾隆既然有胆瓶，汉代简行罐，赤壁图，真品。仿的，就这么情况。全队，干嘛呢你？找宝贝。真木。别动！杀他！古曼也好，好嘲讽也罢，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。人活在世上，谁没个坎儿？手法八代单传，不咋地呀，还没传到我这儿。